各位好，咱即马开始上课吼，大家请起立。今日大家请坐。他拄仔咱讲到即个樟脑占全世界产量70%的樟脑，日本人都来提起做专卖，就是讲咧政府会使卖安尼啊，啊，所以专卖这项代志。是这个排列次序是安尼哦，头一项对鸦片，哦，鸦片是在这个1897年，1897，樟脑1898，盐1899，盐有啥物重要？咱人若无盐哦，6个月哦，这個、人大概不会盐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盐哦，这个高彦龄都建议日本政府把盐摕来专卖。啊，咱即摆有看一出电影叫做《赛德克·巴莱》哈、哦，要救这个莫纳鲁道，就是革命者哦，啊，来去自杀，就是伊发现无盐。啊，所以规个搞拢去死，哦，莫纳鲁道，哦，就所以这食盐哦，告别就嘛，变成控制人民的一个手段，哦，啊，烟呐、啊，香烟呐、啊，哈、哦，度量衡呐、啊，酒甲酒精，哦，酒精是1922年才专卖哦，你即马台湾政府大概日本即挂哦，专卖就好，有通收入的即拢家己拿的家己。国家所有了哈，酒油、哈盐，因为这款物件哦 ，Q 税金哦，这是全民的负担。有钱人冇得负担哦，阿姨食一包烟，阿恁食1000包的烟，哦，啊，所以一户一个，阿你付1000杯，啊，这都是。同时，这个间接税，你爱怎样讲？间接税的优势就是讲，把税金卡在全民的身躯顶头。这你唔在知影无？这就是在南昌街哈，烟酒公卖局，即卖买一个地，买是即款烟啊。南昌街都是在倒位呢？在北个要去建中吼，附近啦吼。啊，经过中学吼，嗯，啊你看这块牌啊吼，虽然哦无啥物伟大哦，这是到个这個国民弄来了，转到这個烟酒吼零售商，啊你若无挂这块牌，你咧卖烟卖酒，就是叫做非法，好、哦。这就是我头先讲，这是叫做间接税，哦，啊，直接税就是讲哦，你若买土地卖土地哦，哦，啊，给你卡几把身的税金哦，这叫做直接税，哦，啊，间接税就是讲全民的负担没有。啊，下面叫做鸦片，好、哦，鸦片哦，第千个人叫做洋药，该当作一种药啊了，哦，阿拉伯语的阿芙蓉哦，咱叫鸦片呐，哦，1840年鸦片战争，哦，满清战败，全鸦片的门大开。所以台湾甲中国同款嘛，变做一食鸦片的所在啊。日本人伫1895占了后，伊想要停止食鸦片，但是看到这個台湾人反抗日本遐尼厉害，所以哦，伊全唔敢哦，伊采用渐进政策啊，寥寥啊禁啊，就是我即马发到发30000张。30000的卡片，这30000人会使食鸦片，会使去甲政府买鸦片。
阿扁变成政府在卖，哦，啊，宫廷继续卖你，卖你卖去用哭，啊，哎，这款的制度啊，所以日本政府感觉卖阿扁哦，因有通这日本官员有通赚钱。啊，这1909年哈，第一号御用绅士辜显荣哦，作为阿扁的总批发人。啊，正靠由日本人的三井物产所独占。这个奈要把这个鸦片的吼，吼、哦，这个总批发人口和这个郭延龄，郭延龄有什么做什么伟大的代志出来？郭延龄有，迄个时阵哦，为经贸新店，哦。一路行到宜兰哦，这种山区这无路哦，这有反抗军哦，几千人在来对啊，日本人无法度爬去，因为日本人唯一的大炮吼、哦，爬袂上山，无法度上山啊，所以你大炮无法度弄到所在，哇，拢是反抗军。啊，这个国民领导设计一个方法。把这个地区的这个首领叫做陈局哦，甲陈秋局哦，叫做陈秋局，这高雄市长是陈局嘛哈，啊，也叫做陈秋局，陈秋局是大伯的啦吼，不作为满清的官员，啊，因为伊认为不作为满清的官员哦，一定会使个恶势，所以提一规阿平讲，你做这个山区哦。哦，到个宜兰为经贸到宜兰，这个地区的迄个总代理，哦，啊，你各乡镇哦，你过去第二手的、第三手的，嗯，哎，感觉安尼袂歹，全接受这个条件，所以这个山区全，哎，大家拢有钱通谈啊嘞，都无咧反抗日本人，啊，日本人就佫摕一笔钱出来。叫这个地区的几千人去做一条路，哦，为台北通啊宜兰，哦，所以这条路叫做九弯十八弯，哦，你看迄、那个爱九的大弯，哦啊十八弯就是弯十八遍啦，哦，安尼弯来弯去，哦，九弯十八弯就是这个因为鸦片哦，提予陈秋菊，哦，啊陈秋菊专叫伊的人哦。哦，即马有钱通赚啊！啊，来做路，啊，你即马有做路过去了后，日本的迄个军队都有法都开到山内底啊！哦，啊，所以这个地区全都无变化，这个地区全变作日本统治，哦，所以真和顺的方式，所以这个总代理哦，全由郭延龄。这是鸦片的迄个果实啦吼，啊，这是伊的迄个花啦吼，这花开到到底真水，哦，鸦片花。1897年，特殊，特别是户口，你会使食鸦片的，哦，有五万人，但是1904。国增加30000人，1908国一特许16000人，每年拢有增加，到个1828年，拢总有17000人，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有会使食鸦片，啊，这个代志吼，和咱这个咱有一个台湾的民族英雄叫做蒋渭水，哦，蒋渭水看了讲袂使的，那儒家。阿片愈大，本来后藤新平是讲，家的人啊，该控制，啊，死一个就减一个，死一个减一个，总有一天拢无人咧食阿片啦。那知影伫台湾实行这个阿片制度的时阵哦，在直直增加，直直增加，哦，啊，增加是为什么那要增加？你增加的时阵哦，有通赚的，哦，这些办酒的人拢有通赚，所以。这个咱的这蒋渭水，哦，当时叫伊
十七个的囝，伫暗头啊八点，摕一张电报去电信局发，发去倒位？发去日内瓦，吼、哦，国际联盟。迄阵联合国也未成立，联合国也未成立的时候，就叫做国际联盟，吼、哦，去提起国际联盟讲。台湾人吃鸦片，日本政府在卖鸦片，所以引起日本政府，引起这个澳洲的国际联盟派十几个人来台湾调查，哦，所以这样代志是大事一件，哦，这后边讲会到。实行四十年的鸦片政策，哈、哦，林献堂、蔡惠如，哈、哦，因在1928。对日本政府提出控诉，哦，啊，但是啊、哦，地方官官展片配给鸦片收的利益，警察负责取缔非法的鸦片，哦，所以哦，大家拢有利益啦，哈、哦，三头马车各取其利，哈、哦，啊，特许人数增加，对三个执行单位则十分严厉。有利哈、哦，演变成杀人不眼见血，阿片毒化台湾人的事实。这阿片哦，因为有经常谈到，下面拍台机的买拢做一出来。为另外一方面来看，日本占阿片诶占厦门的时阵哦，叫汪精卫设立阿片公卖公司哈、哦，啊由到铺间有卧床吼，我去吃鸦片人一时真多啦，啊，所以伫鸦片分馆内底流行一句话：鸦片嚼酒饲查某。什么意思？鸦片嚼酒饲查某。有人会晓解说无？鸦片对鸦片嘛，啊嚼吼，嚼是安尼嚼嘛吼。啊，嚼酒啊，饲查某，但是这嚼哦，就是跋嚼，阿平跋嚼饲查某，哦，这是当时在那个时代哦，有流行这句话哦，啊，但是因为年年都增加特许证哈、哦，所以有几人减少警察的干涉哦，所以。有真侪特许证来进出鸦片烟馆，哦，里面总共有三几百，哦，1929年，原个台湾总督府，哈、哦，重新要予食鸦片25,000人，哦，这款的代志，哈、哦，因为有当趁钱，引起台湾有志之士的愤怒。台湾人真生气，讲啊，你奈个要增加鸦片来卖，在台湾在卖。台湾民众党的主持人蒋渭水，蒋渭水是虾米人？蒋渭水是多是宜兰人，吼、哦，啊是因老爸是在做筛工的款，吼、哦，啊伊高血压开始读书，哦，啊尾就来台北读医学院。哦，啊，出来变做一个医生，在延平北路，哦，开一间大安医院，啊，这开一间病院的时阵哦，即马这间病院就是变做医美，而且总部都在遐了，延平北路，哈、哦。所以我去医美吼，哇，印度改图片哦，相片哦，1929年以前的相片吼，我、哦。放大过来白大吼，互大家看。讲阮这间店吼，过去有这个历史记录的啊。民众党的领导人哦，蒋渭水哈，看到这個日本人的毒化政策哈，所以哦，伊用个台湾民众党的名义哦，对政府抗议，哈，啊，佫拍电报日本总理哈。上后壁就是我头拄仔讲的，伊讲国际联盟哈、哦、控诉，哈、哦、鸦片独台，伊发电报国际联盟控告日本人当局
温尊台湾人吃鸦片，哦，啊，这个过，这个控诉人哦，爱下言语，哦，由张月成，张月成哦，因叫张朝英，张朝英是伫做，这个人已经过身啦吼，伫做这个，外交部的官员啦吼，哦，译为英文，哦，伫1930年1月初二暗时8点，哦，由蒋渭水17岁的囝吼。蒋松辉提起拍电报，因为那边迄个时阵，因为迄个时阵哦，八英语的迄个日本人哦，拢已经下班啦，啊，剩干那样二十六字的这个 A B C D 的人哦，哦，叫因去办啊，因样拍 A B C D 嘛，都该叫伊 A B C D 来拍出去，所以蒋渭水哦，真巧，哦。全用过这个方法，都把这个台湾在日本政府下骹谋杀贪官吼的代志，都公布于联合国，就是国际联盟吼。伊些电文哦，日本政府这边对台湾人特殊鸦片假释，不但为吼领导上的考虑和问题，也是哦。违背国际条约，哈，还期待因采取阻止的方法，哈，啊，伊讲伊是代表台湾400万人的台湾民众党，哦，咱台湾头一个政党成立就是台湾民众党，由蒋渭水来成立的，啊，啊，这个就是因囝迄个时阵17岁，即摆90几岁，哦，蒋松辉啊，哈。啊！但是这项代志发生了，日本政府要安怎应付联合国国际联盟派来的人？专叫一个人，这个人叫做连亚堂。连亚堂哦，连亚堂就是连前的阿公啦。哦，一下一篇文章，啊，这篇文章哦是安尼写。台湾人吃鸦片是困扰呀，不是病端，就是吃鸦片的人拢真怕病在做代志，不是病端人。哦，为进出呀，不是退休。哦，今仔日影响上土地物产的利益，都是先民开垦的功劳。啊，哦，先民得以全力开发，都是拜鸦片之术。鸦片不仅无害，哈，还一个好像叫做长寿膏是有益的。这一篇文章叫做《鸦片有益论》，啊，这篇文章发表，啊，啊，各讲哦，这边国温尊25000人吃鸦片，占全人口为2%而已，哈。不是大问题啦，那都为这代志哦，何事议论沸腾哉？所以这篇鸦片有议论专题报纸发表，啊，哦，这林阿东，啊，哦，林阿东迄阵少年的时阵，林阿东嘛有好处啦，林阿东编头一本的台湾历史的书。啊，另外人哦，伊个社会活动哦，是属于叫做一个绿色。绿色是伫虾米叫做绿色呢？就是哦，因为迄阵哦，日本人哦，是上台湾哦，都甲台湾，就逼去台湾了哦，全甲台湾的迄个孔庙哦，拆去杀。迄阵有一个孔庙，孔子庙伫倒位呢？伫即个。在这台北地方法院吼，隔壁对，甲一路中的一个所在，几千平的孔庙，
啊，一来就讲啊，控制到下面，下面后处，这样个。哦，啊，买就后藤新平来台湾了，伊来调查那台湾人反抗日本人这么厉害，无像就清国人哦。哦，那军队无要进哦，规个拢啊，大家拢啊乖干啊顺利吼。啊，那安尼，哦，都去调查，哦，啊，这个林阿东，这个历史就是啊，所以以后就成立吼，成立这四社，和台湾人的注意力为控制的注意力以来。最西啦，就是刚才讲即卖福伦社，赶快意思啊。因为林阿龙是台湾人，但是发表鸦片有议论哈，所以立社专个开读啊。啊，伊不得不在1930年三月离开台湾，离开台湾啊去迄个山西哈，山西有窑洞哦，他们也多。所以连前的出身，讲含着金当时哦，哦，这个很可的可疑啊！哦，伊在中国的生活无一定好哦。啊，一个有中国话有一句话讲：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但是林阿东和伊的囝连进东去读黄埔军校，好男不当兵嘛，而且这个不是好男哦，所以为。有会给你骗哦，啊骗过来都信，你信为真。啊，年前那遐有钱，年前遐有钱，就是因老爸哦，林阿东哦来台湾的时阵哦，变作接收大员，一挂土地啊，一挂厝拢变作伊的。日本人走了无住的土地嘛，啊拢变伊的，所以年前干咧收厝税都收了个袂记的。这是历史哦，当时在1942年所翕的相片，你来看嘛，这个相片1942年，大家拢穿西装，穿啊水水水，哦，这是在台中我在翕的哈，哦，啊，即嘛，虽然台湾历史，咱但是爱讲到满洲国，哦。1931年哦，即日本发动战争哦，去占中国东北。伊干阿开三个月的时间哦，甲平台湾大36倍，人口加12倍哦，啊出兵伊干阿出偌济？出20000名日本兵，都甲遐尼大个土地，中国东北即马叫9省啊，已经3省哦。占起来，好啊！占个热河以北，好，热河以北就是长城以北，吼，拢个占上起来。啊，你知影日本人打台湾的时候，咱台湾人是偌伟大？一开6个月的时间，用76000名兵，吼啊，不过开半年的时间，才为台北行啊台南，吼。所以呢，主要讲住喺中国东北。是台湾人的时阵哦，咱这个日本人哦不征兵的条件下哦，台湾因20000名要来打为中国东北，爱开216年，啊，在中国3个月就给你砍掉起来哦，所以我讲这台湾人真伟大，对伟大台湾人吼，嗯，日本哦武力将热河并入满洲国。热河这所在成为罂粟花的产地了。1938年输出量315公吨啊，啊，刷落伊侵入中国的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哦，利用这个傀儡政权哦，公开贩卖鸦片哦，就在卖鸦片啊。即满洲国的国旗啊，可能您以前也唔捌看吼。即满洲国的国旗，但是即马在讲满洲，因为满洲出现一个台湾人，哦，叫做谢介石，
哦，不是蒋介石哦，蛇介石哦，蛇介石做头一任满洲国的外交总长，对，做头一任的外交部部长。好，蛇介石新德人，1878年出生，哈，啊，1895年哦，就开始学日本话，哈，做日本的翻译官。啊！日本来过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来台湾的时阵哦，看到这个蛇介石袂歹，专个推荐伊去日本的东洋协会做台语的讲师。哦，同时蛇介石也去大读大学啦，吼，明治大学。啊，在日本的期间，甲满洲派去中国吉林省的将军吼熟识，吼。爱准邀请伊去中国东北吉林省，这个吉林省巡抚哈朱家宝哈，再推荐陆军部尚书哈，这个直隶总督端方哈，专给推荐出去，所以伊就做到日本国诶这个头一任的外交部部长，还是台湾人哈，新竹人哈，这就是伊的相片，这是下一组的哈，蛇介石哈，1931年9·18事变哈，日本军占中国的长春、吉林、营口。还是一大堆所在哈，过一礼拜占据辽宁、吉林两省哈，最后打去锦州哈，所以中国东北三省拢变作日本军所有哈。1931年，这就是9·18事变哈。9·18事变，中国已经失去东北。哦，这是一个地图哦。那有时间哦，聊聊细节，大概看哦。1932年3月初，成立满洲国，皇国溥仪做皇帝，改元大同，对外发表建国宣言，任蛇介石为头一任的外交部长。蛇介石阿伯。我外交的重灾，甲吉林的西至黑龙江的马占山吼，说服回入去满洲国。1935年，蛇介石为日本任命为满洲国住喺日本的大使，爱就带伊的母子王香禅，伊的母叫王香禅。王香禅这个东西的。嘛是一个出名查某人哦，即个在江山楼，当时在立碑人，也阁有一个一个林亚东嘛在立碑，但是林亚东哦，无即个蛇介石加接战，所以王香禅给蛇介石啊，伊坐船为朝鲜坐日本的船大和丸，挂上满洲的五色旗。衣锦还乡啊！迄个时阵，台湾的总统哦，中川建长哦，用过国宾礼来待遇，可以做几做一环岛的旅游，宣扬台湾人扬名异域的事迹啊！咱台湾人在外国做上大的官就是一个啊，蛇介石啊，恁大家也知影讲哦，我们不做这个满洲国的。这个外交部长啊，这是傅毅，看有笑脸无？即马国讲哦，无共款的代志，台湾顶子弟联盟哈。伊个缘起是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了后，伊里面同蔡培慧诶正式代表吼，地主阶级吼，甲蒋渭水所组成诶民众党吼，无共。
这个文化协会吼，大家拢不听过。文化协会是就是对日本政府有意见，啊，大家来组织一个文化协会，好、哦，用个文化来对抗武力，好、哦。文化协会成立了，这挂人哦，就是林献堂啦，吼、哦，蒋渭水啦，但是到个1929年哦，1928哦，台湾共产党的。在上海成立了吼，隔当年吼，台湾都共产思想都起来，哦，啊，共产思想起来哦，哎，大家感觉共产党前途较好，哦，啊，那前途较好，哦，共产党有啥物好处？共产党的组织叫做第三国际，第三国际就是列宁革命成功了后建立了。即、这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，哈、哦，啊，过两年了后，1919年，列宁想讲，我这个这么好的共产制度要给推广到全世界，所以成立第三国际，出钱、出兵、出力，弄得第三国际出去，哈、哦，这个来做这个引导和全世界，要改做共产主义的国家。所以一声，澳洲有十个国家变成共产国家，啊，伊嘛第三国际嘛无放弃中国，哦，所以一支手阁撑来中国，中国嘛要可以成立，啊，一支手嘛撑来台湾，哦，所以当时吼、哦，你若毋是共产党员哦，敢若跟时代跟袂着，哦，有迄个感觉走出来。台湾主题联盟吼、哦，是为台湾文化协会吼分出来。啊，蒋渭水吼嘛，无多当咩，即个叫做诶文化协会来对，所以另外做一党哦，叫做台湾民众党哦。啊，伊个迄个纲领就是“耕者有其田”。大事业公共经营的主张，哦，啊，这个另外一派的人吼，台湾地主资产家吼，伊在这个。在即蒋渭水下骹，嘛感觉唔对，所以因阁退出民众党，组织一个，吼、哦，另外一个团体，吼、哦，即蔡培慧，蔡培慧，别个人可能较侪啦吼、哦，北港人啊，蔡培慧北港人。1930年，林献堂发起73个人汇合于台中的醉月楼，叫做台湾主地方自主联盟，啊，成立这个单位啊，吼，这单位都是地主甲资产阶级的人成立的，哦，当时嘛有翕相啦，吼，但是不啊。啊，这是蔡培慧写的台湾主题歌吼，啊，我袂晓唱吼，这个歌就是吼，讲台湾主题吼，看内底内容，红来比斗真可爱，祖先基业在，田阮开，树阮栽，落雨大过大，着理解着理解，阮是开拓者，毋是讲奴才。这哦，我有在找这个歌，到底谁人唱的？唔知一个老的无，找半部拢无看到。台湾主题电子的联盟成立了后，吼、哦，杨雕家哦，
顶顶的人吼，往过正真侪文演说会吼、演讲会吼，啊各地成立支部吼，啊蒋渭水为民众党吼，对为民众党行出去的台湾组织联盟吼。哦，也不进行人身攻击，无该讲哦，对这些人派哦，干那咱哦，咱这个咱秘书长哦，对哦，为民政府脱出去的人哦，嘛无讲派位哦，意思同款的哦。但是哦，我当归哦，在这里给水果甲错不会哦。革职啦，吼，就讲啊，你都唔是外人啊，啊，这杨兆佳，自治联盟是体制内改革，是职三改革为了获得民权的运动，哦，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，哈，改革。啊！日本帝国主义的支配下，享有跟日本人管理义务同款的物件。哦，啊！因无看到大部分的台湾的劳动者、农民、无产市民啊，哦，所以哦，因这是通过奴隶的姿态出现，哦，互人叫做灰色绅士。哦，迄个时阵，咱台湾人讲，你即挂人哦。灰色绅士，哈！1935年，这个杨兆佳定，哈，去调线考察地方自治，啊，伊回来路途中，吼，哦，甲东京《新民报》东京支局长，吼，吴三连，哦，吴三连未就嘛，伫台湾真出名，大臣保险会社干部李延期，哦。成立东京台湾同乡会，啊，见日本新任的首相，提出台湾通敌意见书，请愿日本政府实行台湾主体，确立司法管辖行政区、裁判所，开放教育机关，登用人才，确立金融制度。因的改革就是为日本政府来对佮你改革，吼。1935年4月，总督府公布了台湾起四制，吼，接庄制，吼，有关的条款，吼，啊，设置四会，就是市议会了，吼，有决议权，吼，啊，等等的。措施啊，哈！啊，在港姐所在段6个月以上，到有选举权、甲比选举的管理啦。哦，啊，这个有一个事件叫做“祖国事件”。哦，“祖国事件”是啥物代志？1937年7月初7，哦，日本甲中国发生战争。哦，啊。6月17日，林献堂在台中公园哦，和一个日本流氓囡啊，哦，献一个嘴皮，啊，这个事件叫做祖国事件，哦，日本人看到人也无气，啊，都无管你是啥人，啊，林献堂啊，该献一个嘴皮，哦，啊，这个代志哦，日新报披露。啊，这个日本军队台湾参谋长哈，通过肢体暴力加诸林献堂，对林献堂哦，为台湾人做代志，但是受到伤害，所以伊就走去日本避难，哦，啊，所以到尾就杨兆佳来主持，哦，改善。
这就是讲哦，这一九二零年代到一九三零年代，台湾对日本控统治政治运动的结束。啊，台湾人在日本的统治下有啥物变化无？吼、哦？第一，台湾成立六三法，六三法就是讲哦，中独共的法律哦，就是有效的，哦。这个马古大家不看过哦，唔系哦，这是台湾中独府的府章了哈。第一条规定台湾中独他们管辖区内。公布法律的效力，哦、第二条、第三条、第四条，那啊，看就好了哈、哦。咱个六三法的法律哦，重点分做两条。第一，台湾总统府在伊个管辖内提出甲本国律法同意的效力的命令，称之为律令。那有甲本国的法律全部或一部分是用于台湾的必要时阵，我个策令性质，就是讲无管什么方式，拢要甲你实行了吼。啊，六三法就是台湾实民对特别法。好，日本议会甲台湾的迄个立法官，授予总督一个人，伊所发的一切命令，都是台湾的法律。伊为1986年就开始啊，哦，1960年的时阵哦，法律第31号哦，进一步硬性规定哦，除天皇敕令以外，帝国议会任何决议都不能改圣旨、改变之啊、改废之，就是讲，你那边，特别日本政府统治下，你都爱继续在遵循六三法。1921年，哦，法律第三号，但是实行上哦，以律令为优先。到了1937年哦，这个律令哦，才渐渐较无去哦。经过40多年，中独对台湾哦专制坚如磐石，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哦统治无受到影响。啊，过去说法的律令，拢总有526件之多之多了哈。啊，这里讲另外讲就是盐的时阵哦，全台盐管总办。1896年，就是过冬年啦。1895年过冬年哦，哦，日本国会哦，有人提议哦，甲台湾用个1亿块哦出售，那有人规定要甲台湾出售哦，啊，那也要按规定，因为当时日本来占领台湾哦，台湾有发生真多的事件，啊，真多的事件内底哦。这个够了钱，占着台湾了钱，日本政府爱开真多钱，所以日本的国会议员讲，安尼好啦，安尼个台湾用个1亿日币吼卖予法国，啊，安尼要卖予法国，因为法国不爱台湾来占台湾哦，占着国人吼，啊，占着国人占几哪国个哦，啊，为国人吼要。爬山来，迄阵无隧道，哦，要来台北哦，拄到迄个林献堂的阿叔吼，哦，因带500个人伫山顶甲即个法国兵战，哦，啊，法国兵全哦较歹一个台湾，全哦为即个淡水河要起来，
啊，淡水河要起来的时阵哦，个完成政府个淡咩淡水河重要所在哦，沉骨啊大船，互你船袂当过嘛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古巴将军啊，去一个走去平湖啊，做四个平湖哦，所以讲我个职业哦，来卖给法国。1897年哦，那个日本的国会宣布，把新的殖民地台湾的补助金哦，为1000万降来400万，哦，这对儿育种都是一项打击啊。但是有律令的总督哈，一个下面不能顺心如意呢，伊就定第二号会计法哈。这个法哦，任何时刻，用个特别的会计来支付迄个收支不平衡啊！哦，啊，郭延龄看到以上的消息，认为哦，这趁钱的机会来，所以对总督府提出将盐统由政府专卖。哦，郭延龄头壳洗了正紧，都一下都是讲啊，咱来用个盐，吼、哦，第用增加收入，盐是人人所需要的，哦，啊，个盐收揽人心，哦，人若无盐哦，会死，啊，这顾显荣了哈。郭先生讲哦，盐会使收买人心的主要理由，就是哦，台湾的土匪哦，分作两种，一种是汉人，另外一种是原住民。因为不管是汉人还是原住民哦，拢是依据山险来跟日本军作战哦，在山地作战哦，日本军损失极大哦，啊，地基阁无法度建牙，所以，但是呢。咱拢在那靠盐来生活，那欠盐也是喏，咱的肌肉会抽筋啦、头痛啦、恶心、下痢、转心散烂等症状。那无盐，头会紧紧都失去战斗力啊，无法度支撑超过6个月啊。在山地吼，原住民吼，高山族吼，因有咸猪吧吼。这都是用个盐来做哦，咱呐供应哦切断盐的供应，所有的山地战斗没有超过6个月，他们都会投降。哦，这都是郭先生提早哦，怎样讲盐的作用哦，盐有这么好的用途哦。1899年，哈、哦，装作儿玉元太郎，哈、哦，儿玉元太郎哦，做台湾的总督，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在中国东北，哦，因为中国东北1905年哦，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，啊，儿玉是其中一个大将军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指定郭先生做台湾盐务。总管哦，啊，这盐务总管哦，这间厝哦，这间厝到今仔日也伫个，这地都，这个地，这个民生西路加这个环河北道哦，交接口，即番做迄个，即番做幼稚园啦吼。郭先生啊，利用各地新书、进书、孤林哈，参加分赃，把盐运输贩卖，一手包办哈。啊，第六港附近无断开垦地，无断就是无主人的开垦地，这土地已经开垦了，但是无主人，安奈无主人，哦，
那无主人，那爱讲会清楚。土地每一块土地拢有主人，啊，但是啊，因为伫清朝的时阵哦，你若主要有十家的土地，你报五家，啊，税交五家的税金。啊！伊想讲日本人啊，用个制度来个骗，结果日本人吼，哦，你国家在都哦，啊，迄个所在啊，迄个所在哩，啊，村里都叫做无断土地的，哦，啊，这无断土地哦，拢总有四百家吼，买就拢挂好国元年吼，咱时间到啊，咱讲下今日就讲下只，感谢各位，各位好，欢迎起立。今日下课休困十分钟。